哟，大扫除呢？还是在公司倒闭了？啊？这边我已经打个招呼了，等新老板来了，你的薪资待遇不变。嗯。不过你要跟着我，我肯定也不会亏待你。只不过前几个月可能会发不下来工资，你要跟我走吗？那这还用想吗？那你现在都这样了，那我肯定不能跟你走啊。行。哎呀，行了，你别逗我了。哎呀，这大早上的。宋，这些都搬走啊。对，都搬。好。哎，不是我，喂，哎，不是，咱公司真出事了。你以为我逗你呢？不是，我这才几天不来，不是这么大公司不至于吧？不是，到底咋回事？算了，你别管了。哎。你等我去，来拿着，这里边是10万，是我所有的钱了。这，你拿着呀，这虽然钱不多，但至少能帮到你一点吧。你不是不跟我走吗？哎呀，我以为你逗我玩呢。啊，没事的啊，咱这么多风风雨都过来了，你说是不是？做生意嘛，这有赔有赚的嘛，这大不了嘛，这我们从头再。你也别说话。刚才是谁啊？新老板。就是有没有一种可能，就是我？不是，这是你姐，你不早说。不是你们这公司左手左右指的有意思吗？哦，哎，不过说真的啊，你姐长得真是，长得真是像你姐。人都到齐了，是吧？北北呢？接下来带领你们开展新业务，这里以后就由我负责了。哎，队长，你这公司没懂的，你把钱还给我！我这……大家安静一下啊！由于大家前一段进展业务非常的不错，杨总自掏腰包，顺便拿出来给大家发简介。